不要也行，不没事没事没事，就是您开心就行，我就是推荐一下，是吧？哎，大哥，您看看您这里边有想单点的菜吗？这可是得单加点钱。女士人吗？对，要我推荐啊，这个女士来个乌鸡汤，正好补一补，或者您两口子来这个石斛啊、淮山瘦肉汤，这也特别好。你来这个，我来这个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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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哎，二位，您看您这块有什么需要我推荐呢？咱男士贵宾呢，点一个石斛瘦肉汤，必须点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您有需要？有。哎，太好了，感谢您。来一个鸡汤，来一个虾球。好嘞，肯定赢了。他们给您推销菜了吗？推销了。你点了吗？点完了。太局气了。你有什么服务吗？哎，我点过一轮了。好去吧，不谢。这边点过了吗？您给报个菜名吧。我请您，有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大鸭、烧子鹅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，这儿我们这儿都没有。你们肯定也点过了，对吗？点了。您好，我可以帮助您什么吗？矿泉水有的，我有的。您要杯子还是要什么呢？随便。好的好的。小朋友，哇，奶人，谁带你来的？妈妈。哦，太凉了吧？太凉了，咱凉了一会儿，我好不好？这是你孩子吗？你们有什么要点的吗？来老豆腐，没吃早点呢。几点你还没吃早点？我们现在只有晚餐了，没有老豆腐。我就想吃老豆腐。我们这没有老豆腐。天津人不吃老豆腐，就那样。那么大天津人，我们这只有这个菜单。来锅塌里脊吧。这里没有过他理解啊，吃妈妈没有的是我不点吧呢？是是是是是，您您是我们有耐心，我们只有这里边的我们有啊，姐姐。来三文鱼吧。呵，太仗义了。别说带刺儿啊。好好好，您说的对，那肯定的。贵宾您好，贵宾用餐吗？看您有点眼熟呢。是不是有点眼熟？我们这是新招的服务员，您可能老来这儿吧。三位坐这儿吧。哎，好。好，您先坐。那个 A8 的单子给催一下，都等急了，好不好？顾客想问一下，这个山药什么时候能做好？他们已经快吃完了。现在马上就，马上就好啊。是这样，那个我刚才问他们后厨了，他们说马上就好。啊，您稍等，您稍等。来，宝贝，我给你打开。哎，别挤，容易挤出去啊。这半天也没有客人啊。没人可服务了，现在。哎，咱合计合计吧，咱这身份最卑微这仨人。对呀、啊，没戏了。现在什么叫玉麒麟呢？怎么线索？走吧，咱上南部。咱上楼看看去。上南部走，咱找找玉麒麟嘛。我就不信我找不着。我找错了，我以为找的是玉麒麟。我一问人家，我说你是不是玉麒麟？人说是，我就把人票收上来了。人说那不，那票不能收。我好伤心啊，哥。咱俩玩的路线不一样，我就是真正的服务好每一个顾客，然后体会到每一个员工的真实感受，然后当你服务到每一个人的时候，真正的玉麒麟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也不会丢失他。知道了，我先走了，哥。嗨，麒麟。玉麒麟，你好。玉麒麟，您是玉麒麟吗？您知道这玉麒麟的这个暗号吗？我就知道张鹤伦的暗号。好，谢谢。您也是玉麒麟吗？您是吗？想听什么呀？我给你唱一个。哪个拿手就唱。翻过了一座山，
越过了一道弯，今天的日子又过了今天，谢谢你亲过的人挂牵，谢谢我最亲过的人挂牵。这能给我们点线索和信心了吗？那你又找吧。哎，我这歌白唱了，歌白唱了，我不想白唱歌。你们能不能给我点线索？我给你个线索，你去那边再唱一首歌就 OK 了，是吗？啊。你想听什么歌曲呢？我给您唱。好。那个呢？夕阳河边走。曲目望苍穹，遥知故乡亲人是否安康，翻过了几道山啊，越过了几道弯啊。哎，这个师傅叫你的，去去去去去，哎，叫不叫我唱的出可喝不醉我自己，你唱的歌让我一醉不起，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，可你不辞而别。散文与慈善，等我再拿俩盘子。不用谢。翻过了一座山，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还有弯，撩动白云蓝天蓝，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，门前的小树已成烟，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，一家人就弯着头弯向前，向前向前向前到永远。大家下还想听什么？这是我小弟，唱什么都行。谢谢谢谢，你看我这歌不能白唱吗？对，只有麒麟姐姐能救我。我现在啊，觉得你们三个人的表现都挺好的。好，我现在想见你们顾总。好。好好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再见。走走走，好走，咱悄悄的悄悄的，找师傅去。哎，经理，我们找到了麒麟，玉麒麟。您好，郭总。您好，您好。嗯，他们说您是玉麒麟呐。对，您可以看。哟，还真是。哎呦，还真是啊，还真是。哎呦，他们一直为我服务，服务的非常满意。哎呀，唱歌、跳舞、端果盘、端饮料。对，所以就基于他们表现太好了。哎呀，就这个感动了。对，感动了。得了，那您有生杀大权了。他们呢是有星的，一星、二星、三星是有星的。您觉得好，可以给他们涨；您要觉得不好呢，他就是一星了，往下降都可以，听您的。嗯，给他们升。升多少呢？啊，就来就咱俩吧。行嘞。关键是姐，那个麒麟姐姐，你看我这两个罚单呢，涨两星没有什么用啊。您可以先把他罚单给他去了。对。行，要不给他去了吧？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去了去了去了，太好了。谢谢。要不给咱俩去？哎，谢谢谢谢谢谢谢。